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与章子怡的合照，照片中章子怡穿着牛仔外套，妆容精致，唇红齿白，笑容甜蜜。她留着刘海，一头波浪卷发，看上去十分减龄，完全不像有三个孩子的妈妈。据悉，国际章出道多年，却很少梳有刘海的发型。对于此次的新造型，网友纷纷表示新颖，很喜欢这样多变的章子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